教育部次长陈义兴今天表示，如果北北基联测相关计划报告送到教育部，会考量教育专业、社会民意和经济效益等，结果会在26日前对外公布。台塑集团副总裁王瑞华今天率队前往经济部工业局出席麦寮专案小组第一次会议，他强调政府要台塑做好公安，台塑也希望做好，希望能够在最好的安排下把台塑六轻公安做好。有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为孩子储存脐带血，但其实目前医学上脐带血治病还在研究阶段，却常传出宣称疗效的争议。消保会18日通过决议，未来业者不但在广告跟契约中都不能宣称疗效，还必须清楚载明脐带血无法保证治疗任何疾病。众所注目的史诗巨片《赛德克·巴莱》即将在9月9日上映，电影公司表示，目前台湾首映地点尚未确认，但透露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台北宾馆都是首映会的考量地点。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